钟丽缇和张伦硕这对姐弟恋在恋爱综艺上相识，这类综艺一般都是有剧本的，而他们却突破这种限制，在线下喜结连理。这段姐弟恋一直备受质疑。钟丽缇的名气身价远超张伦硕，一度认为张伦硕是奔着钟丽缇的名气去的，而且也担心钟丽缇是否会被张伦硕伤害。不管外界如何猜测，夫妻两个的感情非常好，经常会对外界秀恩爱。 钟丽缇的三个女儿也承认张伦硕这个继父。不过，两人有一个备受吐槽的问题，就是孩子。钟丽缇和张伦硕结婚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，不再适合怀孕生子。张伦硕比钟丽缇小二十一岁，正值青壮年。钟丽缇很想给丈夫生一个孩子。钟丽缇在结婚后就进入了备孕阶段，为了备孕，积极的健身，降低自己身体老去的速度，喝中药调理身体，多次试管。 为了备孕，甚至用上了土方子，吃活之乐和活蝎子。钟丽缇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想生儿子的愿望，经常在参加节目的时候用尽一切方法蹭好运，也在节目中大声许愿，希望孩子快点到来。这些做法并没有让钟丽缇愿望实现，就把目光放到其他方面。有网友偶遇钟丽缇和张伦硕在普陀寺求子，不顾自己高龄产妇的身份备孕六年。 为张伦硕生一个儿子，已经成了钟丽缇的一份执念。不仅是钟丽缇自己想要给张伦硕生一个孩子，她的婆婆也在逼迫着她。节目中，婆婆坦言不可能不想要孙子，如果没有，心里会非常不痛快，并且非常遗憾。张伦硕是家中的独子，婆婆想要孙子的愿望就更严重了。虽然备孕多年依然没有成功，但钟丽缇没有放弃。近日，钟丽缇和张伦硕走机场的时候。 他们的举动让人怀疑，五十一岁的钟丽缇终于怀上四胎了吗？张伦硕细心的给钟丽缇整理衣服，还一脸笑容的趴在了钟丽缇的小腹上。钟丽缇也满面笑容，手紧紧的护着自己的小腹。如果钟丽缇真的怀孕了，就对她表示祝福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怀上了四胎，不用再整天焦虑着急了。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子，最起码有了张伦硕的血脉。钟丽缇要注意接下来的生活。 毕竟已经五十一岁，非常高龄的产妇了，是非常危险的身体状况。也希望张伦硕能时刻关注钟丽缇的状态，不管有没有怀孕，都希望两人能幸福的生活下去。